我是八号独立男孩的陈任文。今天的比赛的展场就是非常非常刺激，让我看到非常多其他选手的作品，每位选手都非常厉害。而对我来说，调酒就是我的一个梦想，像很多人都喜欢我做的调酒，或者是让很多人对调酒改观，这就是我的理想，然后也是调酒对我来讲的重大意义。谢谢。